cut. OK, so 今天呢 ，OK， 你可以看到还有个图画在这边。OK， 这个图画呢是什么什么图画来的？能看得出吗？啊，他讲了什么？啊，那个 wire 就是充电的那个充电器。对啊，充电器。OK， 那个插头哈，怎样着火了，对不对？啊，对。啊，他这边讲到了 ，again light shows a fire that normally occurs at home。啊，啊，就有时候家里面呢，可能那个电器会着火。OK， 啊 ，kebakaran yang sering berlaku di rumah。OK。在家也会经常会经常会发生的一个火灾，所以他讲了 ，Step one caused the fire in the diagram nine. OK， 什么原因会造成这个火灾的发生呢？短路啊，对了，短路。OK， 短路的话怎样讲呢？英文啊它是叫做这个 ，OK， short circuit， 看到吗？啊 ，short circuit， OK， 或者马来文是叫做。Lita pintas, OK, 可以啊 ，OK, 好，下一个 ，OK, 他问你了 ，OK, what type, OK, 什么样的这个 fire extinguisher, 懂什么是 fire extinguisher 吗？那个火的种类啊，灭火器。灭火器，对了，灭火器啊！他问了什么样的灭火器可以用来灭这个火呢？啊 ，OK， 啊，这个其实你们有学过了吗？对不对？啊，有几种灭火器啊？对不对？在 Chapter One 的时候 ，From Four Chapter One 的时候 ，OK， 啊，如果见你的电着火了，用什么灭火器来灭是最好的？我们可以用水的灭火器吗？啊，可以，水应该不能对，水碰到电的话可能会。造成你出电呢、啊所以最好是用这个 carbon dioxide 啊二氧化碳的灭火器了 OK 啊你们懂哦啊有种灭火器的里面是装二氧化碳的所以它你一喷的时候它是喷二氧化碳出来的然后那个火就被熄灭掉了 OK 可以啊嗯、okay. 啊好像马来文的话哦它叫做 Bermadang Api 啦灭火器 OK Bermadang Api 所以刚才啊好像来气这样啊你看不懂什么是 fire extinguisher 你在看马来文哦啊，马来讲吗？啊 ，Bermadam 就是灭火器了。OK， 可以啊。好，我们来看一下 C 的问题。OK， 来，美婷啊，念一下 C 的那个问题啊。OK， What type of fire extinguisher is not suitable to extinguish the fire shown in diagram 9? Explain your answer. 他讲，他在问什么呢？其实啊。什么类型的灭火器不可以用在以上的情况？对呀、啊，哎啊啊，问，什么灭火器是不适合用在以上的情况呢？所以答案是什么？Water extinguisher。对了，哎，答案是一个了 ，water type fire extinguisher， 水的灭火器。哎，然后你要解释了，为什么水的灭火器不适合？因为，好 ，water can conduct electricity 了。你们看哦，他的问题有两分嘛，对不对 ？OK， 所以你先讲出那一个灭火器有一分，然后你来解释咯，为什么它不适合，有另外一分了、啊，总共两分。OK， 嗯，可以啊，好像马来文的话你就讲了 ，Bermadam kebakaran jenis air，OK， 可是我觉得英文是比较简单的啦 ，water type fire extinguisher OK， 然后你解释为什么它不适合，因为它可以导电哦 ，conduct electricity， 或者是马来讲 ，air balloon conduct C electric。OK， 可是我觉得英文比较容易啦、OK， 好， okay. 有问题吗，各位？没有。没有啊。OK， 好，好啊，来西来练一下这个东西的这个问题很长一下这个东西的问题 okay, okay. Kebakaran ialah alat yang digunakan untuk menghapa atau memadamkan kebakaran. Anda dibekalkan dengan serbuk soda bikarbonat, cuka air, botol plastik, benar dan kertas tisu. Reka bentuk pemadam kebakaran ringkas menggunakan bahan-bahan tersebut untuk memadamkan api yang berpunca dari dapur gas dalam ruang yang disediakan di bawah labelkan rajah anda. Okay, 很长啊，懂他讲什么吗？对，
那要我们讲怎样用那个后台，我们做一个实验啊。然后对了。啊，通常你看到啊，它这种问题啊，很长呢，就给你一些材料，然后下面有一个空格了，对不对？啊，还叫你画了，啊，还你创造一些东西出来了，啊，所以你们要记得，你们的 science 考试啊，在这个 section B 这边呢，啊，还有一题呢是要你们，啊，创造一个东西出来 ，OK， 啊，来看看他讲什么讲了 ，A fire extinguisher is a device used to control or extinguish a fire， 他讲了一个灭火器呢是用来控制那个火势的，或者是扑灭那个火势。哎，那他讲，现在呢，你 provided， 哎，你被提供你什么东西啊？一些 soda bicarbonate powder， vinegar， water， OK， vinegar 是醋了， water 是水，嗯， plastic bottle， OK， 一个瓶啊，一个 plastic 瓶， tray， 线啊， tissue paper 啊，那个什么啊， tissue paper 应该懂啊，啊，纸巾啊，嗯，OK。Design a simple fire extinguisher， 看到吗？他要你 design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灭火器。Using this item to extinguish the fire， 哎啊，把using 这些他给你的材料来扑灭那个火势了。Caused by the gas puff in the space provided below。啊，什么是 gas puff？ 啊 ，gas stove 啊，就是 double gas 那个煤气呀，啊。对的啊，那个煤气桶，哎啊，煤气桶。啊，所以我们要怎样去啊 design 呢？啊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啊。哎，从这种题目，很多学生会直接放弃掉了 ，OK， 因为有些真的是完全看不懂 ，OK， 啊，所以它有三分呢 ，OK， 三分啊。好，我们来看看 ，OK， 所以这个是它的答案 ，OK，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它有这个 plastic bottle，OK，这个是 plastic bottle， 然后里面有装着三分之一的。Vinegar 还有三分之一的水分，然后这个 tissue paper 有这个三个 tablespoon of soda bicarbonate， 然后这个有个线挂着，然后有个 small hole 在上面。OK，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啊一个灭火器这样的了。OK， 啊，嗯 ，OK， 啊，这个其实如果你们啊看不明白也不用紧了。OK。啊，确实这题是比较啊难一点啊，有点奇怪了，我是觉得 ，OK， 啊，好，就是这样子了 ，OK， 我也不懂这么还有什么 vinegar 啊水啊，哦，然后他又要这样子一个比赛 ，OK， 这个我也是看不明白啊，OK， 啊，不用紧了，这题我们就 skip 掉了 ，OK， 啊，好，我们来看看下一题 ，OK， 好，这个呢是讲到这个 satellite。OK， 董同是 satellite 嘛？啊，卫星。啊，对了，卫星。OK， 啊，说卫星的话有分几种啊？其实啊，有一些是很靠近地球转，有一些是比较远的。可以看到吗？啊，它这有两个卫星啊 ，S 跟 Y 卫星。OK， 中间这里是什么来的？能懂吗？地球啊，地球。哦，地球对了啦 ，Earth 了，我们的地球。嗯，好。So, 看他问什么啊。Based on diagram N, state the orbit occupied by the satellite S. OK?、那个 orbit, 懂什么是 orbit 吗、orbit, 轨道。对了，轨道。OK?、这个卫星 S, 它所、哦、用的那个轨道叫什么名字呢、OK 啊，这个是在火发的最后一颗了。OK 啊，有很多个轨道的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S 是最靠近地球的了。所以它的轨道的名字是叫做这个 low Earth orbit。OK 啊 ，LEO。OK， 马来文叫做 orbit rendezvous。OK 啊，你们就自己喜欢了啊，你们看哪一个比较容易背就背起来了。OK 啊，宝是觉得英文容易背了 ，low Earth orbit LEO。OK。可以吗？有什么问题吗？啊，这是Form 5的最后一课，我有讲过的。啊，怎么？来去啊 ？OK。啊，有问题吗？没有啊。Hello。Hello。听到我声音吗？
Hello. 哦，听到了。啊，刚刚那个线有问题啊，哦，是不是？对对对。OK， 好，现在听到了啊。OK， 好。Next one. State one use of satellite S. OK， 卫星有什么用呢？啊，卫星的用途是什么？啊，这题也是送分的啦。OK， 啊，你们觉得卫星有什么用？用那个 connect 那个 WiFi， 然后 connect 那个 GPS 啊。对了，地图啊，so 你可以写 either 是 navigation 或者是 GPS communication。懂什么是 navigation 呢？啊，方向啊，导航的意思啦。啊啊，马来文叫做 bantu ara。OK， 什么是导航？啊，好像你们用的那个什么 Waze 啊，对不对？啊？啊，那个什么 Google Map 啊，你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们不是要导航的吗？对不对？啊，那是 navigation 啊，所以有卫星的话，你们就可以导航了，或者是 GPS communication 了，也是可以。啊，所以这两个写一个就可以了。OK， 可以吗，各位？可以。可以啊，啊，所以如果你们 A one 你们不会的，把 A two 我觉得你们该可以了。啊，是的 like 啊，有什么用途 ？OK， 都是导航的了，啊，或者是 GPS 啊，啊。好 ，Number B, Table 10 shows information about satellite S and Y. 好 ，So 这个是什么 information 来的呢？好，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两个 satellite， 哎，它们有 altitude. OK， 什么是 altitude？ 美婷懂吗？什么是 altitude？ 距离啊。高度啊，高度。OK， 啊，他讲 S 的高度是705 km， 哦 ，Y 的高度就很高了，哦，2000 km 啊，2200 km， OK， 啊，它的高度是从地球来计算的了，啊，也就是说 S 的卫星距离地球是705 km 咯，啊，把 Y 的卫星是距离地球2000多 km， OK， 好，然后 speed， 什么是 speed？ 速度，速度 ，OK， 你们可以看到哪一个速度是比较快的呢？那个两万七啊 ，Y 那是比较快，两万七啊，两万七是比较快。两万七那个是哪一个卫星啊 ？S 卫星还是 Y 卫星？那个 X， 对了 ，S 卫星。哎，所以 S 卫星是转到比较快的。OK， 啊，这样你们猜一下看啊，为什么 S 的卫星会转到比较快呢？啊？嗯，因为它距离地球比较近。嗯，对了，哎，啊，所以你们应该有学过了哦。对，那个卫星它距离地球越靠近了，它会转得更快啊，转得越快。OK， 你看到他讲了 ，State one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in Table Ten, explain why。OK， 他你讲出一个结论，我再 explain 的。OK， 啊，说结论的话你可以讲哦，啊啊 ，Satellite S。的那个速度是快过 satellite Y 的了 ，OK， 啊，或者你可以讲这个了 ，OK， 啊 ，the higher the altitude of the satellite, the lower the speed of the satellite， 就是说它的 altitude 越高的话，它的 speed 越慢，啊，你不要以为哦，高度越高 speed 越快，不是啊，啊，高度越快 speed 越慢 ，OK， 这是你的 conclusion 呢 ，OK， semakin tinggi altitude satellite。Semakin rendah kelajuan satellite. 好，然后我要 explanation 了，解释。OK， 为什么啊、哦、越高的话会越慢呢？反而越低的话越快呢？啊，这跟我们的啊靠近地球啊靠近地球，地球有什么东西？那个重力啊，不是重力，地心引力啊 ，gravitational force. OK， 啊，所以可以讲这个咯。The gravity force on the satellite decreases as the height of the satellite increases. 就是说 ，when 你的那个 satellite 它距离地球越远的话，它所得到的地心引力是越多还是越少？越远的话就越少啊，越少啊。when 地心引力越少的话，它就会走到越慢，是这样子的。OK， 可以啊。啊，马来文的话就是你可以讲了。Daya tarikan gravity， 哎 ，daya tarikan gravity 就是地心引力了。啊 ，the harder satellite semakin berkurang，OK，、okay? 啊，对这个卫星越来越少了。Apabila ketinggian satellite bertambah， 啊，就要 when 你的 satellite 的高度增加，就这样子了。
哎，你们可以把这个答案写下来啊。OK 啊 ，OK 啊，把你们不写也不用紧了，因为啊，我先给你们的全部留在里面的答案这些。好，有问题吗？没有，没有啊。OK， 好，下一个啊，哎，又要 design 了啊，啊，看到这样子，也是要 design 了啊。OK， 来，美婷念一下这个问题。Oh, okay. For satellites that make elliptical orbits, there are two positions in the orbit, namely apogee and perigee. You are provided with a tennis ball, two matchboxes, rock, and cellophane tape. Design a model showing the position of the satellite in the apogee and perigee state in the space provided below. Label your diagram.嗯 ，OK， 所以首先他是有讲到了，我们的卫星呢，啊，它有两种的轨道了，一种是 apogee， 一种是 perigee。懂什么是 apogee， 什么是 perigee 吗？不知道。啊，不知道。知道。OK， 这个你们可以看你们的那个课本啊，第237面。OK， OK， 最后那一边两个了。OK， 有 apogee 跟perigee， 如果是 apogee 的话呢，它的 satellite 呢是椭圆形的了 ，OK， 椭圆形的 ，OK， in the elliptical orbit，OK，、okay? which is the position of the satellite which is furthest from the planet or star and cycle by the satellite，OK，、okay? apogee 的话是最远的了 ，OK， 它是最远的。至于 perigee 的话呢，是比较靠近地球的 ，OK， 啊，所以今天他跟你讲啊，啊，他给你一些材料啦 ，tennis ball， 什么是 tennis ball 啊？那个乒乓球，哎，不是，那个网球啊 ，two match box， 什么是 match box？ 啊，两个啊，火柴盒，两个 ，OK， 啊 ，match 是火柴，哎 ，box 是。火柴盒 ，rope， 什么是 rope 呢？啊，绳子，对了，还有 cellophane tape， 啊 ，cellophane tape 你们知道了，棉纸了。OK， 啊，还要你用这几个材料来 design 一个 model 了，啊 ，by showing 这个啊 position of satellite， 啊 ，in the apogee 跟 perigee。OK， 啊，所以你要在这个空间里面画你的 design 了。OK， 也是有三分。OK。好，所以答案是怎样呢？啊，答案是这样子的，看到吗？啊 ，OK， 所以你的 table， 你的 tennis ball 是你的地球了，啊，它扮演着你的地球，看到吗？啊 ，tennis ball 是你的地球，然后呢，你的火柴盒是扮演着什么呢？扮演着 satellite，OK，、okay? satellite， 然后你的这个绳子扮演着什么？你的 orbit。OK， 所、so, 以你要记得、啊、你的这个线呢、啊，这个 orbit 呢、啊，不可以画圆圆的，要画椭圆形状啊，可以吗？啊，可以。然后 OK， 比较靠近这个啊 tennis ball 的这一个火柴盒啊，它是属于 perigee 了，比较远的那个叫做 apogee 了，可是它没有 label 啊，其实我们应该是要 label 的 ，OK 啊，所以你可以 label 起来了 ，OK 啊，这个比较远的这个。OK， 你可以写下来，它是 apogee。OK， 啊，这个比较靠近这个地球这边的话，我们是叫它 perigee。perigee。OK， 就是这样子了，可以吗，各位？啊，可以。可以啊，所以这个其实没有很难呐、啊。啊，如果你们记得啊 ，perigee、apogee 啊，他们是什么东西啊？啊。Okay, 记得 apogee 是比较远 ，OK， 离地球比较远。啊 ，perigee 的话是离地球比较近的，就是讲白了。好，可以啊 ，OK， 都、so, 啊，它的给分是怎样给呢？啊，你有 tennis ball 是你的 earth， 啊，一分呢 ，match ball 是你的 satellite，OK，、okay, 另外一分，你的 orbit，OK，、okay, 你的绳子是你的 orbit，OK，、okay, 分，所以总共三分了，这样就可以拿到了。所以有些时候啊，even though你们哦，好像不是很清楚这个问题在讲什么，把你们也是可以 try 画了
啊，可能你随便画画下，给你拿到一两分也说不定，对不对？啊 ，OK， 啊，所以记得啊，你们画的时候你们要 label 啊，我说是 label 嘛，就是要标注它，对的，要标记咯。OK， 你不要只是啊画 tennis ball， 画两个火柴盒，然后画一条线，啊画这个线 ，OK 就可以了，什么鬼都没有写，啊这样你会没有分的。OK， 记得一定要 label 啊，啊你 tennis ball 是什么？啊，你的 rope 是什么？啊，你的火柴盒是什么？啊，这些全部都很重要了。OK， 可以吗，各位？可以，可以。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下一题。OK， 好，这是 Section C 了啦。Okay, 你们懂 Section C 是要做什么了？啊，他开始做文。对了，作文。OK， 啊 ，Section C 呢，它有三题了。啊，十一、十二、十三，把在这三题里面，你们只需要做多少题？只需要做两题罢了。OK， 啊，所以我跟你讲了啊，这三题里面呢 ，Question 11是一定要 answer 的。OK， 第十一题是一定要做的，然后第十二跟十三题可以两题选一题了。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啊，搬来搬带啊，哎呀，十一题我不会啊，我做十二、十三啊，我就说你啊，你做十二跟十三题的话，你是只有。啊，他们会选一题你最高的分数罢了，啊，所以你第十一题是一定要做的 ，OK， 无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呢，第十一题是一定要做的 ，OK， 啊，为什么他讲第十一题是一定要做呢？因为第十一题呢都是问到关于实验的分数啊，关于实验的问题了，看到吗？有什么 ML experiment 啦，啊 ，manipulated variable 啦，啊 ，procedural method 啦，啊，这些啊一定要做了啊。好，我们来看看他这题还在讲什么。好，所以我们先看个图画，喂，什么来的？好像面粉来的是吧？那个 ，OK， 发酵啊，发酵啊，嗯 ，OK，Yeast，OK， 不用紧，我们先看看他的问题先啊。OK， 来，美婷念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啊。Rosita wanted to make donut with her daughter BB. She makes yeast with flour while BB had forgotten to put yeast in her dough. After 30 minutes, it was found that BB's dough did not expand like her mother's. OK. 来，美婷，你懂他在讲什么吗？啊，这个问题。关罗西达想要做那个甜甜圈。然后他把那个 yeast 跟面粉掺在一起。他妈哦，对对对，他妈妈，可是 BB 忘记，把那个 yeast 放进他的面团里面。OK。对了。然后三十分钟后，BB 的发现他的面，他的面团没有，那个面团没有发酵啊。对了啊，没有 expand 哦，哦，这没有变大了哦，你看啊，右边这个是他妈妈的，左边这是 BB 的。OK， 啊 ，BB 他忘记放 yeast， 然后他的这个面团就不会变大了，哎 ，expand 是变大的意思呢。OK， 马来文叫做猛恩邦啊，猛恩邦变大的意思，跟 expand 是一样的意思来的。OK， 啊，可是他妈妈的话就有变大了啊。好，所以我们来看看他的问题啊。第一题他问到了 ，state one problem statement from the above information， 什么是 problem statement？ 一个问题。对了，一个问题了啊，要你讲出一个问题了。OK， 所以它的答案啊有很多个以下的，大家可以看看啊。好，比如说第一个，你可以讲到的就是 ，Does the presence of yeast cause the dough to expand？ 啊，就是 yeast 的存在啊，会不会造成那个 dough 来膨胀呢？或者你可以讲了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ence of yeast with the dough expansion？啊 ，yeast 的存在跟 dough 的膨胀有什么关系啊？或者是 how does the presence of yeast affect the expansion of dough？ 啊 ，yeast 的存在如何影响到 expansion of dough？ 所以你们要记得啊 ，problem statement 呢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问题来的啊，它要你从以上这个 information 写出一个问题来。哎，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答案全部都是有问号，对不对？啊，这些就是 problem statement 了。OK， 可以明白吗？来七，还有没听？可以，就是写他的问题。
啊，所以其他的问题哦，你讲咯，啊，你可以问了 啊，那个 yeast 啊的存在会不会影响到那个 dwarf expand 啊，或者可以讲啊，那个 yeast 的存在跟 dwarf expansion 有什么关系啊？啊，这些都是问题来的 ，OK， 所以它只有一分罢了咯，啊，也就是说这三个答案你随便选一个啦，多有一分咯，满分 ，OK， 啊，所以你们要记得、啊，以后你们看到 problem statement 这个问题啊，哎，就是还有你举出一个问题来了 ，OK， 啊，通常。你们的 session C 啊，第十一题啊，都是这样的。一开始他会先给你一个情况，然后他会问你一个 problem statement。OK， 啊、你们学校考试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 ？problem statement 有吗？有的，有的。应该也是有的，对不对？有啊，有。OK， 啊、所以就是这样子了啊。好 ，B， 哎，他也讲出一个 hypothesis。OK， 来去，什么是 hypothesis？ Hypothesis. 嗯，把阴性、阴性、否定性，这个是啊，那个是 variable 啊，那些是啊，对 ，OK， hypothesis 是假设了啊。如果是那些什么操纵性啊、固定性啊，那些就是你的 variable 咯，你的变数啊。把通常 hypothesis 它都是有联系到你的操纵性变数跟那个反应性变数啊，它们的那个关系性。哎，所以这个 hypothesis 假设我们可以哦做出什么假设呢？啊，我们可以讲哦，哦，当你有 yeast 的存在的话，你的这个哦那个面粉团就会 expand 哦，对不对？啊、哦、啊，就是假设它有点像结论一样的啦，哦，结论 ，OK 啊，来看看它的答案啊，啊，所以我们可以讲到的就是啊 the presence of yeast caused the dwarf to expand 哦，啊 ，yeast 的存在造成。那个 dwarf 啊，那面粉团 expand， 来，或者是这个答案，来来去念一下这个答案好的，dwarf containing yeast expand while dwarf without yeast does not expand。嗯，懂什么意思吗？啊 ，dwarf 是这个面粉啊，然后嗯，这个面粉有这个 yeast 的时候，它就可以发酵；如果没有 yeast 的话，它就不可以发酵。嗯，对了，而且它的意思是跟第一个意思一样的了。啊，他讲了啊，有 yeast 有存在的话，面粉就会发酵。第二个还是只是讲长一点，就讲如果有 yeast 面粉发酵，没有 yeast 面粉不会发酵，是不是一样的意思？一样的啦，对不对？啊，第三个其实也是同一样意思啦。If yeast is present, then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occur.然后你可以讲了啊 ，vice versa 什么意思？就是倒转来可以讲了 ，if yeast is not present, then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is not occur， 这样罢了。OK， 所以这个 hypothesis 也是不会太难了，对不对？啊，它只有一分罢了，所以也是一样，你这三个答案随便选一个来写都有一分。OK， 啊，所以我通常都跟学生讲啊，啊，你怎么做这种第十一题啊，实验的问题啊，啊 ，problem statement 呢、啊、跟 hypothesis 啊，都是可以 score 了。只要你们可以明白他的那个啊那个问题情况啊，可以吗？可以啊，啊好，然后 OK C 的 OK C 的话就开始来了，好、啊、讲到跟实验有关系啊 ，OK 来每天念一下这个问题啊。Based on the given statements, design a laboratory.Experiment to test your hypothesis by using a glucose solution, yeast, lime water, conical flask, test tube, delivery tube, rubber stopper, and 250 ml beaker. Your description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criteria. 嗯 ，OK， 好，我们先看看他讲什么先啊。OK， 他讲了 ，based on the given statement, OK, design a laboratory experiment. 哎你。第三一个，好 ，lab 的实验来 test your hypothesis，OK，、okay? 来 test 你的假设 ，OK， 啊，所以还有给你一些材料了，啊，这些材料记得一定要用到的 ，OK， 比如说有 glucose solution， yeast， lime water， conical flask， test tube， delivery tube， rubber stopper 跟250 ml 的 beaker， 好 ，OK， glucose solution， 我们是 glucose solution 啊。葡萄、啊、对了，葡萄糖的水了、嗯、啊 ，yeast 就是那个啊，给它发酵的那个 yeast 啊，那个 microorganism 啊 ，lime water 是啊，什么是 lime water 啊？
它是用来 test for 那一个 carbon dioxide 的，然后你有二氧化碳出来的话，你让我的就变浑浊了，记得，lime water 是用来 test for 那一个 carbon dioxide 的，OK， conical flask 应该知道了，它是那个好像那个三角形的那个东西啊，看到吗？看到图画啊，这个就是 conical flask 啊，看到吗？还有 test tube 试管哦 ，delivery tube，OK，、okay, 看到吗？中间这个就是 delivery tube 了，传那个 gas 过去的，OK， 还有 rubber stopper， 什么是 rubber stopper？ rubber stopper， 木塞，对了，类似木塞这样的 ，OK， 所以它好像你不要给那个这个 conical flask 里面的空气飞出去，你用那个 rubber stopper 塞着好了，把它里面有个洞了，可以让那个管插进去的 ，OK， 还有就是 beaker 咯，好，我们来看看呢，首先 ，OK， 它要我们写出 M of the experiment， 什么是 M？ 目的呀，对了，目的 ，OK，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它的目的其实很简单的，OK， 你可以讲的就是这个，to study the effect of the presence of yeast on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就是要探讨这个 yeast 的存在，如何影响到那个 fermentation process，effect 就是影响的意思了 ，OK， 可以吗？你们要记得啊，凡是你们看到有 yeast 这东西，它跟 fermentation process 有关系的，跟发酵这个 process 有关系的，或者你可以讲到的就是这个了，为了探讨什么 yeast present跟这个 carbon dioxide gas 的 production 的这个 relationship 了，它们的关系性是什么？为什么突然间会讲到 carbon dioxide gas 呢？你们懂吗？ carbon dioxide， 不是 carbon dioxide 影响，这是因为 fermentation 这个 process 它会释放出二氧化碳，所以它就可以讲 yeast 的存在跟这个 carbon dioxide gas 的 production 有什么关系，当然了，你不要写 production carbon dioxide gas， 你可以写and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也是可以了。 and the result of the fermentation process 也是可以，所以这个是你们的 M 咯，你们的目的了，这个实验的目的，你们农这一课你们是哪里有学过的吗？这是在我们 Form 5的第五课有学过的，OK， 讲到那个 yeast，OK， 好像我们做那个酒也是一样啊，我们弄那个酒也是要弄到酒发酵嘛，对不对？也是放了那个 yeast 给它酒发酵，这样咯 ，OK。 我们做面包也是用到yeast了，面包啊，蛋糕那些。好，我们来看看它的下一个问题。OK， 来，美婷念一下这个第二个的问题。Identification of manipulated variable and responding variable。 OK， 什么是 manipulated variable， 什么是 responding variable？ manipulated 是操纵性变数 ，responding 是反应性变数。 对了 ，OK， 所以这个实验的操纵性变数是什么呢？OK， 应该很容易吧？美婷，你知道它操纵性变数是什么？这一个问题。yeast 的 present of yeast。对呀 ，present of yeast 的存在了。 OK， 所以它的 manipulated variable 是 presence of yeast。 OK， 要不然你写这个 glucose solution 加 yeast and glucose。 首先，我觉得第二个不要写了，直接写 percent of yeast 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个实验我们是要看，如果 yeast 有存在，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 yeast 没有存在，又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 percent of yeast 是它的操纵性变数了。好 ，responding variable， 这样你觉得它的 responding variable 是什么呢？反应性变数，浑浊度。OK， 我们就看那个 lime water 的 color。 来，可以讲咯 ，change in color of lime water，OK，、okay? 因为我讲过嘛，我们做这个 process， 它会释放出 carbon dioxide gas，OK，、okay? carbon dioxide gas 它会造成你的 lime water 颜色有改变咯，所以它的
反应性没有做错是可以讲咯，啊，让 water 的颜色的改变，或者我们可以讲 fermentation process 哦，啊，有没有发生 fermentation process， 或者我们也可以讲 the release of carbon dioxide gas， 哎，有没有释放出那个二氧化碳的那个 gas， 啊，所以你们有一个 mindset 啦，每次你们看到有 line water 这种东西啊，我们就要猜到了，这个实验呢，它是会释放出二氧化碳的，啊，因为 line water 都是用来 test for 二氧化碳的了。啊，它不会 test for 氧气啊，什么鬼不会的，哎，所以你们要有个 mindset， 可以吗？啊，所以每次啊，你们做这种问题啊，我觉得啦，啊，这个 m 啊，跟这个 variable 啊，这一分跟两分是一定要 score 掉它的，啊，如果你们这两分你 score 不掉啊，跟你们讲了，第三题更难，啊，第三题很多学生都很怕的 ，OK， procedure or method。来去，有时候是 procedure 跟 method。这个不知道，就是你做这个实验的步骤了。OK， 好像你做这个实验，你要先啊做什么做什么这样啊。所以这个实验啊，也是这种 procedure 啊 method 啊。OK， 可以的话，你们可以先画一个东西出来先啦。OK， 啊，画这个啊，一个是 set A。一个是 set B， 你们看到说 set A 跟 set B 有什么差别吗？OK， 如果你们真的是啊不会写句子的话啊，你们可以画图画出来了。啊，你们可以看到一个 set A 的话里面有 yeast， 对不对 ？set B 的话也有 yeast，OK，然后 set A 跟 set B 呢都是会 connect 去到这个 line water 咯。OK， 可以啊，这样你们觉得哪一个 set 里面的 line water 会变颜色呢？会变浑浊？应该是 set A 了。因为它里面有 yeast 嘛，有 yeast 的话就会进行 fermentation process 哦。被 undergo fermentation process， 它就会 release carbon dioxide gas 啊，所以 carbon dioxide gas 就造成你的 line water 啊变成浑浊咯，啊 become cloudy, milky, jelky 啊。set B 的话应该是没有反应的 ，OK。做到你们画这个图画过后，你们就要解释了 ，OK， 这个实验是要怎样啊开始先 ，OK， 所以如果你们有做过这个实验的话，你们就肯定是会写的啦 ，OK， 如果没有做过的话也不用紧了，你们可以自己大概想一下那个过程要怎样啦，一开始也讲到 ，put yeast in the conical flask containing glucose solution， 然后 connect the delivery tube 咯 ，OK， connect 去那个这个 tube delivery tube 去到另外一个。from the clinical flask 到那个 test tube， and then 它里面有 lime water。OK， after that， 我们就 observe 那个 lime water 里面的 color after 20 minutes。OK， 20分钟过后，我们来看看 lime water 里面的颜色怎么改变。然后 repeat the experiment by using glucose solution。然后 repeat 那个实验呢？这次只是用的 glucose solution 罢了，就这样子了。OK， 一分一分一分，总共四分。OK， 然后你画图画也是有分数的，其实 OK， 可以明白吗？这个就是你们的 procedure 了，步骤，然后最后 OK， table of data， OK， 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画一个 table 这样了，这样子了，一个是 percent of yeast， 另外一个是 healthiness of lime water， OK， 一个是 present， 一个是 absent， OK， 然后这个边就可以空掉它了，所以这就是你的 table of data 了，这个也是有一分。可以明白吗，各位？可以啊。好 ，OK， 我先停掉哈。